夏侯茅将军，夏侯茅将军，我们要斩杀诸葛亮，让蜀军一败涂地，要让他们再也没有胆量踏足此地。诸葛亮似乎就在天水，姜维一人肯定应付不来，我还是去救他吧。 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 这里我要定了，不好意思了，你就做好被击败的准备，乖乖接受吧。经常与马超在一起的家伙，好吧，接受，我会送你去见你。接受。 金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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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
这样就可以消失了吗？啊！接招！好了好了，我叫马岱，遇见你真高兴。嘿，就用这招吧。实力惊人，暂且撤退。李将，被我打败了。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这样就可以消失了吗？接招！接招！好了好了好了。集中！集中！好了好了好了！集中！敌将被我打败了，真是果断的战斗英姿啊！我有时很羡慕你拥有如此的力量。集中！就可以消失了吗？集中！我以为自己真的要去见少主了呢，因此我先走了。总算能回去了。